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涵妮，我现在在台北东区拍 Vogue 空街拍。我平常在东区喜欢逛的店有 Bon Bon Chic， 还有 Artifact， 还有 NEU。我觉得这个夏天一定要必备一个单品是亮色的绷带短裙，因为不管是搭一个素色的 T 恤，或是有造型感的上衣，都非常好搭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i 艾丽。我平常在东区最常逛的就是 Star Mini 跟 Ghetto 跟呵呵。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去韩国带回来的，然后他们的质量都很好，那款式我自己都很喜欢。我觉得今年一定要买的单品当然就是横条纹啦，还有薄荷绿的东西。最近买到就是这个 Tiffany 的绿色的戒指，还有这个 Celine 的包包，都是薄荷绿的。张丹妮，我今天在 Vogue 空街拍。其实大家看到我一身古铜色的肤色了吗？我非常非常喜欢热爱的晒太阳，尤其是像夏天就是我的季节。我今天建议大家在你晒太阳之前呢，轻轻的擦一点点的婴儿油，会让你的肤色晒得更漂亮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我现在目前人在纽约念表演艺术，我私下比较喜欢的穿搭是比较 vintage 的衣服。在东区的话，我就比较推荐 vintage 70s， 它有卖非常那个复古的服饰，男生女生都有。我觉得今年一定要拥有的单品是复古的那个圆框的大墨镜。